工作的时候一直想说要找一个有前景啊、有冲劲，对同事之间又像家人的一个公司。我想我在iMin这边找到了，你找到了吗？那祝iMin5周年快乐。来到iMin已经3年了，然后在3年里感谢公司也给了我成长的空间，也祝iMin未来越来越好，成功上市 IPO。 今天是我们这个iMin这个5周年的一个活动，公司差不多有一半的海外的同事都来到新加坡。我想我们这个5年应该也只是公司发展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希望我们能够利用这次5周年的这个活动，大家能够在一起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为我们未来的5年乃至10年20年的发展，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些事情，看看要如何去做，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落地生根。同时呢，也祝iMin这个5周年活动能够圆满成功。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同事，他们来到新加坡，希望他们有更多的一个收获。Hola todos, buenos días. Soy Richard. 加油iMin, 加油拉美。iMin 的时候，我们的就 Android devices 是，我们这些事情，我们很多事情在做。And we believe that we can be a leading role in this space.I'm very glad to see the rapid growth of this company. We're having more and more talents to join us. We're having more and more good products in the past 5 years. Happy 5 years anniversary, iMin Technology. iMin! Intelligent for business!